一来店里就碰见我爸在做早饭。那锅里溜的啥呀？饼。那要炒啥呀？炒的橘子，买了个猪肝，完了又炒橘子，又吃橘子。一大早上就有肉吃了，哎呀，咋不是五花肉呢？你们都不吃吗？五花肉不想吃，所以买点瘦的。这里是猪肝，嗯，你这也要做吗？那个待会儿糊糊拿中午吃。这是蕨菜，满满登登的，这么多。那弄啥呀？都是饼吗？嗯。带馅儿的。带馅儿。我姐跟我姐夫还没来呢，所以我先打单子。等他们来吃完早饭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打包发货了。今天多一个人，和李哥休息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能快点，晚上能早点回家。电磁炉咋也不敢没气儿哈。嗯。要费劲儿了，感觉。这要咋做呀？这糊上蘸酱吃吧。以前每到过年的时候都有这道菜，糊完了蘸酸酱吃。我姐跟我姐夫终于来了，我爸在那等他俩吃饭呢。你俩咋不赶着晚饭再来呢？他太痛快了。咱爸做好饭等俩老长时间了。妈呀，你每天我就在下等着，得等二十分钟。嗯呐。真事儿的，你问他是不是我等他呢？是我姐等你了吗？才来晚的。我等你了。我给我闺女做饭来的。啊。你猜咱爸给你们做啥好吃的了？别瞅，别回头，猜啥？不是，不是。好多了。就一个菜去，蒜包。你猜猜是啥？你别看，蕨菜炒肉。啊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那个啥意外的，天天吃这个菜。那咋的？都没有吃的香吗？猪肝先给它糊上了，等到中午再做。啥馅儿饼啊？没有馅儿。啊，没有馅，这个好吃，这个。看，戴口罩吃不了饭呢，这个。你以后别说你再说。来个饼，来个饼。大饼，小饼。这来个大的吧，反正也吃一个，安个仓。给钱呢，安个仓。大的是糖饼。太笑了，这是肥肠吗？那是肥肠，是小肠。哎，那都是肠子，反正那玩意更臭。嗯，你闻着有臭味吗？没有。姐，吃饭给你们来点交代交响乐。我已经吃入神了，听不着任何声音了。是不是菜好吃的事儿？嗯，香。菜怎么样？嗯。